长途必备油门卡子，平时摩旅或者巡航时长时间扭动油门，很容易出现手酸手累。轻便小巧的油门卡子，长途摩旅必备，使用时直接掰开卡进油门把手，调整好合适的角度，需要一定的磨合期，刚开始不习惯，熟练之后是真省事。加油时只要轻轻按压，缓解长时间握油门的疲惫感，也不影响油门的回油。爱好摩旅或者需要长时间定速巡航的朋友，点击小黄车看看吧。抖音